啊！我下巴没有粘上啊，咋没有小饮品呢？嗯，我不能喝水，我一喝水我的胃就饱了，我就吃不下了。我要喝完，我要吃完再喝。喝水太管饱了，知道吗？给你们见证，我吃其他，我吃饭吃的很少，吃这个我可以吃完。啊呜呜！嗯，全是奶油。钳子不要浪费，钳子能吃啊！我第一次听到钳子能吃。龙虾这个钳子能吃吗？这个太小了。哎，但是我听说一个知识点，我跟你们也说一下，小龙虾不能隔夜哦。如果隔夜你在加热吃的话，会拉肚子。可以吃钳子，钳子怎么吃啊？咬碎。你们待会儿帮我那个截个图，就是我吃完截个图，我的嘴对比啊，估计是很肿，要肿成两倍那么大。我应该挺辣的，但是它辣嘴不辣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嘴感觉辣，但是我的胃不觉得辣。给穿上，都因你好，来穿上啊！我可以吃辛辣的，医生说了的，放心吧。什么东西都是不吃多就好，三斤不算多吧？我吃三斤不算多呀。哎呀，我吃累了。嗯，嗯，太好吃了。我怀疑它里面加了东西。我要不打个那个什么12315去，是打个食品监管局，查一下。它里面是不是加东西了？怎么我这么有瘾呢？吃这个。上次看到一个新闻，他说他家里下面的那家什么酸辣粉还是什么螺蛳粉太好吃了，好吃的他就打食品监管局的电话，让他去查一下，结果里面真的加东西。嗯，不是说加了一些这种围那个的东西的话，就会让食物更好吃，但是那个是不能的嘛。你看我的嘴，家人们，我的嘴已经开始变化了，待会儿不会更肿吧？快看我的嘴，变成香肠腿了，哎，好性感哦，好丰满，好性感的嘴呀。莫提，我给你骂死了。来，给你吃个虾头。